久，现在来到法国，我也有我想朝圣的地方，大家来看看这一间。你们已经知道这里是哪里了吧？来，我们现在进来享受下午茶。可是它永远是大排长龙的哦。你们看有多美，里面很忙，而且永远大排长龙。然后呢，你也不见得会等得到位置。里面的实况就是这样。然后大家都排着队买马卡龙，看吧。他们呢很忙，你有没有看到前面大排长龙，就是来外带马卡龙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些漂亮的马卡龙，每天都是手工做，然后他们的盒子都是要另外计费。这个是非常美的马卡龙，这些美丽的糕点，然后这边都是排队的人。然后大家可以看每一个每一个，对，因为太多人了，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，可以看到所有的点心，然后每个人这样子排。对，我想我也不想排了，因为人太多排不了，改天再过来好了。然后他们的柜台就是这样子。